完完了你以为。一个两个讲到自己安坐安坐，在我眼里只是一只安坐安坐，不要在林北面前讲到安坐安坐。对，第一次来马来西亚拍很新鲜很酷，因为其实台湾的八加九很好演，但没有演过马来西亚的。台湾的八加九真的太小啦，干你啊鸡掰的，操你妈鸡。然后女生都会在路上抽烟，然后穿那种吊嘎短裤，然后把自己修得很瘦这样，然后一定都有吸毒这样。别讲，摸索完百万啦，他讲赢了林北三台，哪讲？哎，我是天母无聊怪酷炫，今天来演这个什么八加九，什么阿兵啊、阿 Ben。阿 Ben 不太会发音哎，想被跨海邀请来演台客，什么感想？觉得很荣幸，很开心。对，然后刚刚跟那个 K 聊聊天，发现他比我还敷衍，我们两个尬在那边不知道聊什么，很尴尬。不过也是来这边体验一下，这边的东西就是比槟城好吃。啊，这样讲会翻，一定引战，绝对引战。好，那剪掉，帮我剪掉。来这边要见到林明真会很难吗？见到林明真是不是很难吧？联络他经纪人了，我是没见过、啊。偶像偶像。不爽就要起比比，君子动口不动手，除非动到我胸口。你做主意，我十五，十五十六讲清楚。你叫人来我吊水，不敢不来都不哭。然后第四跟孙生对戏啊，他的腋下凉凉，刚我也去抓，他毛很少。抓手，痒痒啊。有事不要尝试，不爽就要起比比，君子动口不动手，除非动到我胸口。你做主意，我十五，十五十六讲清楚。你叫人来我吊水，不敢不来都不哭。这时候我跟你说一个很刺激的事情，刚刚没录到声音。靠腰啊，这要重聊哎，这么好的效果哎。I'm so sorry。没事没事，来我们再一次，三二一 ，Go。哎，韩国男孩孙生 ，Yeah， 台湾的孙生，台湾 Number One， Yeah， 如何最近？什么情况？哇，老哎 ，Fucking me， 福建面 ，Fucking me， 炒粿条好好吃 ，Fuck day 好好吃，恰恰 BKT， 今天演什么？拉拉 gang， 拉拉 gang， 拉仔，拉拉仔，非常开心。对，被请来跨海演台客，什么感想？台客，台湾的文化嘛，所以就有一种那种跨沙小啊，你在拍沙小啊那种感觉。那你可不可以很老毛的把镜头盖掉这样？你这次最好给我有收音哦，有没有收音？有有有有。再不收的话，沙小啦。看班哦，两位。哇，你看这个 MV， 三大种族，印度人也是有来的。超威！哈哈一直叫你印度人，你有什么感想？一个大石头人，我操，人烂只脚，是吧？今天来到市场街，知道叫人打他。旁边的熊工很专业，大家都很专业，尤其是我，因为我记到歌词。可是男的还没有来，因为要跳舞，现在还没有跳。更专业的队友在帮我弄头发。嗯，这里要 clear， 阿兵 clear， 阿兵 clear， 没有拍摄的时候就是这样，赶我走，这边丢那边丢这样。哎，哇，今天这个特别来宾，哎，是啊，今天来做小粉丝是吧？真的，我来做小粉丝，因为我是反骨男孩的小粉丝，雷拉。哦，你喜欢雷拉，这么喜欢雷拉？没有。那雷拉哪边你选择？当然是雷拉。哦，哎，这种问题问来搞擦呗，刚刚讲就打来了，打做果，打做果。哎，我刚才没有看到电话，所以。看脸哪来色的笑笑笑笑脸哪来色的呀？你的头发是怎么染的？喂，这种头发硬啊嘛，硬的嘞喂！猜我是什么角色？什么角色？我不懂。小夫。懒觉。小夫。印度版的胖虎。哇，你有梳头啊？终于。
这样都叫有数啊？你是水大雄啊？哎呀，看不出来。林冠宁还是林冠宁，冲我一票。整个故事是怎样啊？这里的故事是啊，哦，是因为刚才上午的时候呢，我就不小心撞到那个阿Ben，然后他就以为我想要跟他搞事情，这样他就找我来协调，他就约了我来这个妈妈档那边协调，他想说还会叫他的靓来，他叫我去吊水来，我哪里有水哦？我只有你们两个帮我。那时候你们两个来的时候，看到这情况你们很明显是给我拖下水的，所以你们两个也是很怕的。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要跟阿Ben的 gang 去谈判，一下协调到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我们的胜算是很高啊，因为我们有小叮当嘛。耶耶。哎，小叮当。喂，小叮当没有来，你们两个来拖啊？你不是小叮当了没？我是大熊啊！你叫他了吗？我管我领事啊！我该 call 你的时候，我叫你 call 小叮当来了吗？不，小叮当在这里，先拿东西出来先。对，小叮当。拉下的，拧压的的，强化都不了。拉的 sister， 下的拉下的，拧压的的，全部拉下的。是不是不爽？你讲不要跟林北，也讲不喜欢百万啦。赢了林北三台，拿奖！看看看看脸哪来色的，笑笑笑笑脸哪来色的，行行行行脸哪来色的，脸哪来色的。这次我们这个 set 的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有这个舞蹈老师的。舞蹈老师呢，依然还是 Chris 的。可是今年呢，并没有来到现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舞蹈实在是太简单了，他只是很简单的 send 一两个 video 来呢，就可以教我们跳了。现在为什么你们会来拍这支 MV？ 因为就刚好没事，想说让行程满一点。那你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吗？里面在讲说一个拉拉 gay 很燥的故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处理嘛，对不对？我看他的歌词就是这样。那你知道安抓安抓是怎么样？如何是吗？都抓都抓毒蛇，厉害是吗？厉害厉害、哎，你成功了，你就是这边的拉拉。这里嘛，是都不爽你讲，不要跟林北什么 gay 强 gay 强什么意思？你猜啊？装傻装熟装强装厉害。假厉害哦，给强装强了，不爽 one by one 啦，他讲赢了林北上台拿奖，想懂什么意思吗？这个台词就是说要 one by one 啦，不要跟林北装你很厉害啊，赢了上台拿奖，没有逻辑了，乱乱写，对，完全没逻辑啊，完全没有逻辑，上去不接下去，为了押韵而已。人家的全部拿下的，是不是不爽？你讲不要跟林北，给强不爽 one by one 啦，他讲。赢了林北上台拿奖，真的是我是我爸的，我的爸的爱稳了先生，这马马的马的来，哎，先生。所以你现在拍完之后，已经知道歌词在讲什么了吗？就你看屁啊，你笑屁啊，你来来啊，你来啊，你看啊，你笑啊，你来啊，对不对？这样解释 OK 吧？那其实跟台湾差不多啊，台湾也会这样啊。你翻译成台湾整句，就是你跨啥小啊，跨你啥小啊，笑笑笑笑啥小啊，你来啥小啊，哎啥小啊。对，整段应该是这样子，对对对，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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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当理解了，我理解了。再看看脸哪来色的，笑再笑笑脸哪来色的，这个你要带哦，没有的跟哦，因为我要补录嘛。是不是不爽你讲？是不是不爽你讲？不要跟林北你讲。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嘴那个部分要重录，所以现在哦唱的跟那个播的是不一样的。好看好看，是不是不爽你讲？那个林北给强，这个跟原本的没有，他不懂这个拍子是什么意思。拍子是对的吗？这个是不合理的。是不是不爽？你讲不要跟林北给强，不爽完完了。他讲赢了林北上台，他讲不如跟着你啊。等，这是你的歌吗？这一段我还不会，所以要重录这一段。谁录 MV？ 录 MV 之前不会唱自己的歌的、啊哦，不熟啊。我们大老远请客人来，然后你还不会唱你的歌，又帮你不爽。这个歌很多被瞪了，所以做歌没有这样简单，是不是？来，我们跟音乐唱一次啊。是不是不爽？你讲不要跟林北，别讲不爽，我马上到。他讲赢了林北上台，他讲。好，再看一下。不过我们有进步了。再来哟。我们有进步。set 的。哪来色的笑笑笑笑脸哪来色的行行行行脸哪来色的脸哪来色的三十啊，你觉得他几岁啊？三十，你觉得他几岁啊？我刚刚说2526啊，很年轻啊，25啊，很年轻啊，年轻有为是这种，很便宜啊，我三十了，三十啊，你看起来像真贵，可是你看起来像40。
不会，我不会借，不会借。看脸呐，看看看啊，看来看来色的笑脸呐，笑笑笑笑笑来色的假脸呐，假假假假来色的脸呐，全部来色的。菠萝蜜，菠萝包，菠萝包，对对对。啊，菠萝包。还有什么 ？K 黑豆 ，K 黑豆 ，K 黑豆。茄仔茄，是什么意思？茄茄，国旗，国旗。不要跟人家一样嘛。很实用，茄壳啊，茄壳，我都喜欢茄壳，我勃起，啊，应该是这样子的，他会跳八三火，不会啊，来，一二三，来五六七八，一生是八生轮，生是八生轮。